下面是圆圆，它记下面圆，没有那个腰在上斜前方是圆，斜下方啊，斜下方。你们真的没有用那个发亮的啊，发光的？哦，我去用一下，妖姬玩家吗？贵圈好懒哦，我看到了，我也好懒了。我是用十块钱卡，妖姬玩家你们都会标记哦。哦，发亮明显啊，不是有人在这边挖？哦，可是这是那个啊，是谁啊？是咬啊，咬，咬在往下挖，不然就是有人在下面的那个岩浆石，他在等队友也是有可能，应该是他石头挖到了吧，因为他挖了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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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哇，巧克力这个装饰怎样啊？他为什么不带头啊？巧克力，因为他没头，没头，没事，没有头，没。他只是不想遮住他的帅脸这样子，真的。啊，好哦，好。就是要死掉的那个人记住那个脸。你们不要再问我谁是五指良将好不好？我只知道我是关羽。他不知道其他人，他只知道他是关羽。哎，受伤了。哎。杰克他们打起来了，杰瑞，不，杰克已经被你杰瑞了，杰瑞了，杰克已经被你杀了，被你斩。没有哎，杰克已经被你挥泪斩马。哦，他所以他们在洞窟里啦，假骨，他们应该是被苦力怕炸的。嗯，而且刚刚很好笑，四组那三位，汪汪在挡箭时，然后箭时就是挡掉之后射在那个一拳身上。然后一群就很慌张，马上回头。还受伤。我的天！真的是我的天！杰克打起来，什么东西？杰克打、哦、不是啊？杰克不是很早就死了吗？怎么会杰克打起来啊？看到了杰瑞，杰瑞啦，杰瑞。没有聊天室，我们自动转换，跟 Google 一样自动翻译。好了，不然他现在不叫杰克，叫马术了，可以吗？这样比较好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魔物语跟那个 PS4 语好了。现在死了一二三六六个，然后白队一个，其他都是红队、哦。红队怎么这么分散呢、啊？会不会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死、啊啊我们都不团结。有可能欸。而且我们一开始的攻略还是3331耶、欸，还敢攻略啊，马术！还敢攻略啊，马术！就是你自以为你自己太聪明了，懂吗？我知道巧克力为什么不戴头盔了。是是是啊！他在等哈基的头盔，哦哦，哇塞，有没有很有道理？这么精锐，天啊，太有道理了！是不是周瑜就是这样？可是你还是被气死了，真的啊，没了，他带起来了，我被三个人气死，不行了啦，把我逼到悬崖边。我们蜀中军师秋风亮都死了，不是啊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就跟你说，蜀中的地势严峻了啊！你看，对啊，易守难攻、啊。就是姜维了，姜维是哪一位？易守难攻，真的哎、欸，下去就出不来了，很恐怖哎、欸。有啦，难攻、那個、应该要集合了，他了集合再打，他找到队友了。对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因为你看我怎么死的，我是被周瑜用计困在那个城里面被杀死的，所以就是担心。哎、欸，可是用计杀死你的不是周瑜啊？不是周瑜吗？不是吕蒙吗？是吕蒙啊。然后吕蒙是被那个……那等你选吧。吕蒙被孙权杀了，你说选什么？周瑜还是吕蒙？选吕蒙还是周瑜？一个蛮丑的，一个蛮帅的，你自己选。我要周公郎。周公郎。鬼鬼跟闪应该是一起的，所以他们只要再找到就可以集合了。哇，哈基附近有钻石、欸嗯，我们终于要集合了，已经损失一半的人了。可是好像距离还蛮远的哎、欸，有一点距离啊，只好北伐去找孟获他们。哦，超远的、啊，这个距离我觉得应该是碰不到。不是北伐，南蛮呐、啊，哦，南蛮呐、啊，北伐是应该是那个曹操啊，曹操，武状元。拜托，我是现在在帮你们复习历史哎、欸，各位观众朋友们。对啊，对啊，考试认真点、啊。哦，我是赤兔马吗？可是赤兔马好像比关羽还晚死哎、欸。赤兔马，赤兔马搞不好只是一个品种。哦，真的哎、欸，哦，真的是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哦，不能再挖了。哦、原来如此。哇塞，不愧是周公郎啊！真的。我笑死。怕发光、啊。还要集发光。哦，没事。发光完了。拔掉。哎、欸，好快哦。10秒吧，还5秒？
忘记了。欸、我前面显示杀敌数是2、欸，哎，太好了。所以没有他那个也算，对，挖掘然后推下去有算啊。对啊，因为你前面有砍到我。那我真的是只有名目了。我一耶，好耻辱哦！哇，不是，不是，而且你那个一二二，你那个归类斩马术，全世界人都被你赶动了。哦，可恶！归类斩马术，全世界都被你感动了，可以了。够痛，哈基没伤到，伤害。我把那口血吐吸回来。杀了，我们是三国阿米狗。三国阿米狗，战国巴沙啦，三国阿米狗。哎、欸，那再來就是那个喽，阿米狗以外的要叫什么？战国的，战国无双系列，战国无双系列、嗯，他们有要集合是不是？他们要推翻？看他们有没有念 ID， 不坐标啊？哦，这边有钻石。嗯，荆州是我们的。哎、欸，隐约是挖到你们的坑啊！荆州是我们的，应该没有要集合哎、欸，鬼鬼他们是往上挖，哈基他们还在下面。哎、欸，又挖到我们的坑，要起兵喽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请注意来看隐约这一条。好，来来啊、哦，发兵了，发兵了！可挖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起兵了！起兵了！哇，五个要冲过去了！哇！哇！我们的五虎将要来啦！他们这条路有点乱啊！哎、欸，五个要冲啊！左边还右边呢？迷宫啊！你们失去了军师，左边还右边，一人一边。你们失去了我们一开始挖的路啊！一人一边，分开走。哦、对，这好前面挖的哦。这前面的路、啊、应该找不到了。人早就不在这了，有啊有啊，有一个直走可以遇到，有一条特别长的。等一下，就是我们摇有点危险，摇有点危险，摇吗？对，就是摇吗？因为对面有摇。不是，哎，哈基这边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是说摇，哎，哦，就是五虎将这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完蛋了！要演一下空城计，快点。是吗？看到了哦，圆圆他们也在这条路，对啊，他们也在直走过去。完了，好，要直到结尾都看到。不过他刚应该有吧，感觉他们在叫人过来了。你们蜀国的应该有，有了，这个看起来要过来了，五虎将要行动了，这是易守难攻哦。好了，哎，你们汇合了，哎，这三打五，哇，汇合了，汇合了，你们自己看这五虎将的走路方式，五打五了吗？嗯。太好笑了，是 NPC 是不是啊？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会合了，你居然这样绕一绕大家会合了。只是现在的话比较危险的话，这真的是先发起人、欸。我们的人还没发现呢、欸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有啦。我觉得看到了、欸。我觉得这个空间会打到看起来的几率很高。也是，哎、欸，来了，直接冲了，冲过来了。这个吃金苹果，在嗑金苹果。应该是有看到，哎，给来者何人？有看到啊，手上拿，他们没有蹲啊，来了，他要用火计了，来了，巧克力要使用火计，来了，哇，圆圆被烧到，圆圆碰到了，借东风，完了，这麻烦了，危险，完了，这打下去应该全灭吧。对啊，我走哈基还晕了吧？收到！哇！有，只有五个人而已，哇！不太行。先退！要爆炸了！先退！他们打自己人啊！没有。哈基怎么站那么远啊？哈基。对啊。哈基，他都怕。没看到哎！哎，有。有啦。哦。然后他的岩浆被倒掉了。再打了！也是死路啊！这样死路哎！打起来了。被包了，因为他摇入超崎岖，摇走了防空洞。啊，防空洞，真的是防空洞，从旁边绕过去。他们退守了，可是他这样就散掉了。对啊，他已经跑去超遥远的地方。有金苹果就嗑下去了，不要再撑了。刚刚应该是鬼鬼那边一颗，嗯，鬼鬼吃掉有一颗，他身上被拿走了。跑了哇！来哈基绕单了，哈基又是要死啦！他没有怪啊，哈基还在打怪，还在打怪哦。
我觉得阿米狗要集合了，我也觉得差不多了。阿基要自己来，他遇到强盗了，要三过阿米狗了。他们还在追耶，还在追，找到路了，找到足迹了。哦，这个路好烦躁啊！哇，等一下，是他们自己堵的，自己又堵回来哦。对啊，是吧？回来，一直在挖了，一直在挖了。就假如猛挖、啊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会被追到。哎、欸，这时候，哎、欸，这时候我是你们的话，我就一个人躲在墙壁旁边，然后等他们经过再偷偷挖脚下，然后到眼睛。Jerry 看到哈基了，是不是？你好恐怖。嗯，哈基跟 Jerry 超近。是。哦，应该是看到了。哦，红蓝的对决。看到。看到，看到了，有看到。哈基，哎、欸，好快，他冲好快。不要再打本了，哈基，不要打副本了，哈基。等等死了！等等死了！等等怎么了？等等死掉！快点血打死一个！他没有打死，等等是直接掉进去，他自己掉进去，还没得救的。陷阱之术哎！陷阱之术，防龙四二，可以可以，很可以。好啊！哇，哈基这六啊！哇塞，哈基是姜维是不是？死了死过苦肉计，这叫苦肉计，他剩半血嘞。哇，原来是一格多啊！打副本是，哇，又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了。打副本是一个幌子啦，这应该不好找。看到 ID 还是用技呀、啊？我、哦、怎么找到哈记了、啊？对啊，这个位置不好找，跑去很远。找到了，哦，找到了，被找到了。哦哦，这边很有机会会被抓到哦。找到位置喽！哎、欸，蹲蹲，哎呦，哈记快跑哦！这会被追得到。蹲蹲，会跑、哦。阿米狗追杀阿米狗。啊，来了来了，被发现了、啊！哇，堵起来！啊，要被发现了！可是他们要追不容易、欸，没发现，没发现，没发现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要追，他们以为是自然的水流，他们以为是自然的水流。原来楼梯这样放水就不会被发现了，欸、好厉害哦，好猛啊！哦，哈基逃过一劫了。哇，可是他只剩半滴耶、欸，随、嗯、时又损失一名五虎将。哎，瑶，你要去哪里？小僵尸，小僵尸，小僵尸。瑶，回头，瑶。边界咯，哎呀，这么危险啊！化窑哦，化窑，好会跑、欸，还好啦，现在62分。墩墩窑，会不会被杜鱼咬死嘞？我刚看到杜鱼哦。你看，对，为什么是他在挖？对啊，半血的人在挖。他是半血的人，对啊，我去旁边睡觉了。没有，他帮忙挡啊，死掉就算了这样。没有金苹果吃哦。我要看杜鱼，我要看杜鱼生出来的那瞬间。杜岩浆，岩浆。我是红队的，我干嘛？对啊，你干嘛？没有，早就不抱希望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已经是看戏的，早就不抱希望了。好，那还是杜鱼，杜鱼。杜鱼。哦，队友搓一下也是可以的。把肚摸一下嘛，摸他肩膀，摸肩膀就死了，是不是？你要说那个啊，我原本是要插火把的，左键火把，摸一下肩膀，对啊，摸一下肩膀就死了。他进在地表了，他爬高了、哎，不要吧？你真的要爬高吗？不要吧？不要吧？很危险，我要带黄，我觉得会有雷的视角。我怎么觉得他今天摔一下才死掉？他用爬的、哦，瑶会不会被弓箭射？好勇哦！你要把自己埋住了吗？你们蜀国真的很猛哎、欸，蜀国真的很猛，很猛哎、欸！想不到吧？蜀国个个都是猛将，真的是猛将啊！来，墩墩，我为您解释一下我们发生什么事情。哼，我们在解读历史。嗯，啊？什么东西？在解读历史？我们在扮演自己的历史角色。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就是依照死亡的年限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只历史角色。历史人物。现在是吴国跟蜀国的对，所以到底是关羽还是马谡啊？没有啊，杰克是马谡啊。哦，对啊，杰克是马谡。想不到吧？你觉得瑶要死了。然后秋风是诸葛亮啊，归类在马谡。直接把自己队友下雨了，
他是现在在地表钓鱼吗？不知道啊，他进去要干嘛？不懂。他进他这里，如果要逃边界，会不会很麻烦？我会啊，他这里超高，他会死掉哎、欸。我觉得哈基现在已经在缅怀我们之前的那些武将了。如果他真的是姜维的话，我们不懂他。汪汪受伤，嗯，他在缅怀武将。如果他自己死的话，自己去自杀算哪一个？嗯。突然闪电打下来，他死掉。哎、欸，哇！哎、欸，戏剧效果。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劈死的。第一个被雷打死的、欸，演员，这太帅了，这真的太帅了。杜宇吧，换雷、欸，很猛哎、欸，招雷比招东风还猛。东风不来，借了秋风来。太戏剧性了。嗯。哇塞！如果咬在附近插火把，上面历史全压下来。喂，哈基，哈基发，哈基太高了。嗯，好哦，难怪他要放石头。嗯，他要把那个削掉。大家好有100次的次数。对。闪闪受伤、欸。竟然用这种邪恶的做法。以后鱼骨惩罚要每挖一个都要惩。超过之后每一个都成，那真的变废人哎、欸！真变废人，断他脚筋。哦，有毒蜘蛛生怪砖哎、欸，有啊，你们附近一直都有一个，只是你们一直绕开。嗯，没有人去挖到。嗯，然后刚刚我们就在看秋风，不要左转啊，秋风，不要把路堵起来啊。要没有钻石，对。我们军师做事你安心，嗯啊，他最后不会放过的。他到底有多少带着钱去投靠别人呢？哦，云他自己想跳吗？不会吧？闪闪会不会被毒死？倒水啊！那你们看阿九看闪闪。我在看瑶会不会被杜鱼咬死。丢丢丢来了，毒蜘蛛冲啊！毒蜘蛛冲啊！这画面。